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与天地难分明。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四八大愿照光明。黄山老祖妙智圣，加持灌顶见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山老祖。各位维京圣教所有法师、讲师、神讲师啊，及维新贤士同修，当下护坛维新贤士大安寺所有的全体同修代表，我们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，十方法界三界万灵，当下法会坛上各个连坐诸灵众等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今天已经是庚子年10月26日了，也是我们九九法会啊，第91坛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来讲解维新圣教的法脉。维新圣教法脉非常的重要。啊，这维新圣教的法脉呢，第一，叫伏羲氏族，再接下来，九天玄女，再接下来，中华三族。接下来无量无边的三祖儿女，今天我们要来为各位来讲解九天玄女，这是一个很深的禅意。在台湾，在国外，在大陆，九天玄女庙都在半山腰很高的地方，或是在山顶上，神威显赫。我们以台湾来做研究，台湾的九天玄女庙是在苗栗南庄，
他血债上面那九天啊，为什么九天选你？他是我们中华文化，从伏羲氏下来，就是九天玄女，就是女娲补天。九天玄女她的法相，右手拿着剑，倚天旗。那剑都是拿这样的，他的剑是拿这样，左手拿了一个书卷，就九宫八卦的天机密，脚跨出一左一右，上面。啊，然后剑是天，啊，脚一阴，手拿着剑是人，天地人。三才一以贯之，那么中间这一位就是戊，脚踩的是己，啊，左右手横着是主的天，是戊，戊即都天。土地，这代表是人的人性尊严。每个人都是生存在天地之间，万化生成。台湾的兵，演过新公庙的线。所以中间有戊己，手拿着书卷，这样。而其实是一个戊和己，一阴一阳，作为阳，这是阴，启示着我们，无论人还存在，都是在天地之间。人的色身回归给大地了，灵性就是中间这一个一阴一阳，中间就是生命，生命一物体，这是我们的心，心是大无其外。细无其内，在满宇宙虚空无量数的灵光，它本身就含着戊己、都天和都地，一个灵光一个人，一个灵光一个灵性。
全部都是平等的。有时我们现在看得出，眼睛亮晶晶看到好多的灰尘在空中飘，那个都是灵性哎，那个灵性就是九天啊的代表。这个灵性里面，离不开八卦，八卦的真禅。这乾为天，坤为地，兑为泽，离为火，震为理，巽为风，坎为水，艮为山。啊，乾为天，为父，坤为地为母，兑为泽为少女，啊，离为火为。长男啊，也可以说这正为理少男，巽为风长女，坎为水少男，艮为山啊，这中男，坎为中男，这是少男，所以这个是心，中间是戊己，都天和都地，这是人，在灵魂界也是一样，有六亲。啊，有六兽，有六甲，有六丁，所以虚空之中，你眼睛看得很微细的，细无奇呢，都具足了八卦。所以王禅老祖掌中掌中八卦在我们的胸口，九天玄女他拿着卷书卷，所以代表八卦，妙耶。好，那么九天玄女所拿的八卦九宫八卦中间戊己土啊，这个南方北方，南为离，北为坎啊，兑为泽，离为火，震为理，巽为风，啊，坎为水，艮为山。这九宫有九种属性，九宫八卦。九宫八卦都运行在宇宙虚空，眼睛我们所看到那么微细看不到的，即使里面一个尘埃，它也具足了
前队离阵，现砍耿昏呢。他误及中宫，杜天已独立。那是后天的有一环。啊，为用。啊，为体是先天八卦。先天八卦是一，一先天八卦，后天八卦就是阳和阴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阴阳交替，这就是道哎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华文化始祖伏羲氏族，他的文化7355年，女娲文化6400多年，到了三族5000年，然后一直延续下来，演化下来，无量无边的文化，真是妙哎，妙！我们来世界上投胎转世为人，只是现在一时而已啊。事实上，我们都跨过无量无边、无尽数的虚空文化，所以我们了解了之后，我们应该要感恩，应该要谦虚，要忏悔。啊，即使你身上能跳100斤，还是宇宙虚空的小小小尘埃而已啊。那么能够凸显每一个尘埃的力量，那就是《易经》所说的大无其外，一直延伸出去，无量无边。而微气经纬道，系无其内。所以这个中华文化的古字经用，世间上当然有很多也在研究。你有研究把它呢贯穿相通的很少，所以世间上的人，每个人都有如九天玄女，右手拿着斗倚天旗，两只脚踩着大地，厚德载物，左手拿着书卷文化，这整个的天机密不可思议啊。所以九天玄女庙都盖在悬崖，这座山最高下来在中间，都在中间。大陆我看过好几间
九天玄女庙，也都盖在玄来峭壁的半山腰。啊，那才是真正九天玄女他的尊长奥义啊。那在台湾，九天玄女女娲娘娘的庙也是盖在山顶上，那个穴就在半山腰的天窍穴，天窍。那为什么会盖在天窍穴？这是太极这个点，这是天窍。天窍穴就是九天了，那个顶首。他在天窍穴，他能放光，放出无量光明。阳中有阴，天窍；阴中有阳，也是天窍。这代表虚空中空界有存在。现象世界有空性，有存在。现象世界就是人、万物、众生，这是因，太极的因。啊，这个里面有一个叫生命，啊，也是在放出无量光。所以各位同修，老祖给我们带的这个太极，已经将宇宙万生万物、万仙万佛、啊、万教、万生万众，全部集在这个太极这个中极上。所以给各位带这个中极，是尊重各位的灵性，也是在唤醒你身边有形无形，有形的人有眼睛看了，就在心中，他的能量会发落出来了，说不出的感觉。灵魂界，现在法座上的灵魂界，看到你带了这个中迹，他们要感恩你，向你们顶首顶礼啊，然后相互的印心绝明了。所以九天玄女是一个大神，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么肤浅的小神啊。这一点今天我要提醒各位，让各位来了解。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
各位维新人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，当下法会坛上啊，各个连坐诸灵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历史上读书记载说，女娲补天确实有女娲补天的历史，而历史的记载很模糊。天那么大，天比地球大上将近无量数的倍数，而臭氧层破了就是要补臭氧层，就是补天。在2008年本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在5月1号农历开示我要补天，我说补什么天呐？而臭氧层破了要补臭氧层，那我讲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呀？我耳朵有问题啊？要怎么补天？天臭氧层破了洞，比地球大上1000倍，你怎么补？哦，所以我烦恼了好几天。接着女娲娘娘、女娲氏，时光隧道又回来了。他说5000年前确实有补天，是他补的天，所以历史记载的女娲补天是没有错。现在由你和王禅老祖要补天，尤其台湾祖师瑶池金母、诸佛菩萨也一致讨论要补天的法仪。那一段时间，我真的不敢去想象怎么补天。老祖说，地球开始气候变迁，而在台湾，地球的南端上空破了一个大洞。而这个洞就是闰序年民国71年台湾祖师王禅老祖9大菩萨啊共同要开天啊所开的结果，所以有这么大的臭氧层破洞要补起来。我越听越恐怖越紧张，接着9天玄女就来了，他说再不补天，地球人类将要渐渐的毁灭啊，地球所有万生万物会受到毁灭，所以我就请示王禅老祖要怎么补天。老祖开示了，
要有信心，信神，信佛，信圣者所开示的真言真理，要开始普天至五月五日端午节，要在长吉山仙佛寺如来言普天。哇，我越讲越听越迷糊，整个晚上也不敢去，不敢睡了，啊，就开始老祖开始指示，要在仙佛寺如来言，如来言，这五百罗汉，五百尊者，啊，在龙藏这里，啊，深潭，啊，在这里设坛，啊，这里供日月鼎炉，在这里诵经，诵佛说阿弥陀经，啊，或者《阿弥陀经》二十万部，啊，《天德经》六十四万部，然后日月鼎炉。啊，在这里奉化松棒，长长的松棒，一尺长，一寸的厚的松棒，由各位同修，大家去签你的名字，然后大家在家里诵经。我们的维京圣教换贝学院严嵩禅师带着诵经法师，啊，在龙藏里藏经楼日月不停的一直诵经，诵佛说阿弥陀经，所有维京贤士在家诵经六十四万部，不可思议啊，二十四小时不停，要在端午节开始升坛，然后在七月二十四日王禅老祖开天纪念日，七月二十四日要圆满。啊，那时候臭氧层的波动非常严重，整个的大地的气温都变了。啊，我们就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不敢懈怠。啊，我们到了七月二十四日圆满了，在过程之中，我们好多同学师兄也不敢不送，但是不敢讲话，一直怀疑我是不是遇到一个
头脑有问题的师傅啊，臭氧层那么严，怎么补天？啊，唯一有一位有智慧的官员，当时中华民国交通部部长林灵山部长，他也来了，看到我们在做这个补天的法会，很感动了，他就把天德经请回家，诵经的文书带回去850张，他一样白天上班回来就诵经天德经，依法修行要补天。那终于在5月5日升坛，7月24日圆满，奉送我们要感恩这500罗汉在这边，500尊者是一起下来，所以阿弥陀佛下来要来护持王禅老祖时代性的功德天，他来补臭氧层。在那段时间我们很积极，这是台湾的民愿我心公庙的到了7月24日，在空中，在如来园的上空中，画一道很长的彩虹。我看，补天完成，圆满了。我很高兴。到了第二天，5月5日到7月24日这段时间修法，到7月25日发表他说的臭氧层已经补了30%了，这个臭氧层破洞的危机就解除了，我很高兴。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们都很高兴，终于做一件有利于世界人类共同的福祉和福报，补天，把臭氧层修复起来了。这是什么力量？这就是唯心圣教、唯心贤士的发心修行的力量。台湾的气候那一年开始就稳下来，不然基隆将近4年都没有下雨，那一年开始又蒙蒙细雨的基隆回归到原来的气候现象。那么这个补天，也就是王禅老祖掌中拿了八卦，时代性
6400年前，黄山老祖也就是女娲氏的化身，名为九天玄女。到了当下姓化身为黄山老祖，又开始又补天了，用八卦，用如来缘，那个我做好的最大的罗盘，有500尊者在那里守护着，一起补天，补车养成。这到了去年7月1日，美国啊，他们的国会纪念日，车养成完全都补天都补满了，妙哉妙哉啊！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要有信心，面对的当今世界上百年来最严重的武汉新冠肺炎，蔓延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，我们大家一直在诵经，在祈祷，深谈99天的法会，再过9天。就圆满了。我们期望法会圆满之后，在2021年1月1日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的大法会，汇集三祖儿女代表36000众在林口大体育馆一起来祈祷。来祷告，啊，祈求黄山老祖，啊，再度的显灵，化解天瘟煞神与人类的恩怨情仇，解冤释结，消灾化解。这是我们的天命责任和义务，哎，所以我们要感到很高兴，感到很光荣。我们任何一个时代来投胎转世，都有共同的一个天命，就黄山老祖已经开始了，就是天下太平。所以天下太平，世界才能和平。世界和平要以宗教的教义和修行，带着大家一起祈祷，啊，才能够消灾化解，世界和平啊！所以各位同修啊，大家的天命这么重，这么大，功德这么大，你们的谦卑谦虚是需要的，但是大家的信心，我们不可否认的。所以唯心圣教视为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，这是黄山老祖开示的，诸佛菩萨、9大菩萨在蓝天异地座前啊，9大菩萨用心灵对话会议的结果，就是要黄山老祖
带领各位同修啊，来依华会友，依华会主联，让我们的主联能够同登极乐净土，也能回归蓝天净土，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。啊，这个汉九天玄女，他的道是一以贯之。啊，你以学术的女化士的文化，以学术的论点，还是讨论讲一讲过了就没有了。要以宗教的真实性来认知九天玄女，然后以九天玄女的心法，前对离正，巽坎艮坤，先天八卦，后天八卦为用，先天八卦为体，后天八卦为用，法轮常转。啊，法无定法，非法非非法，亦非法。啊，这即是王禅老祖上圣心法，也是各位同修大家共同的本来天命，带着历劫以来共同的天命修法。啊，在慧莲禅师的代表啊，圣华里面讲得清清楚楚，阴从左边团团转，阳从右边转转通，若人视得阴阳绝，何愁大地不相逢。阴从阳从左边团团转，阳从右边转转通，这就是太极。先天八卦，后天八卦，啊，阴阳交替，这就是人生哎。人生啊的轨迹，啊，所以希望会，我们今天以这个阴从左边团团转，阳从右边转转通，若人视得阴阳绝，何愁幸福不相逢呢？请各位合掌，我们来回向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凡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